期出道时以俊俏外形红遍全亚洲，不过在2017年结婚后，生活重心多放在家庭与服饰品牌上，鲜少公开露面。而当被粉丝捕捉到近况时，就常被指容貌衰老走样，一举一动受到热烈关注。而近日陈冠希在现实动态上转发 GQ 2023年度风格大赏的个人照，预告即将来台消息，让粉丝相当期待。另外从照片来看，43岁陈冠希五官依旧帅气，但脸上带有些微细纹，鬓角也长出了不少白发，让网友惊呼陈冠希真的也老了。但粉丝们大赞他还是帅到惊人，有冠希就给赞。Bye.